我先让他们发光哦。好。哦，在水里不能用哦。输入法，哎呦，输入法。好，你们在打架了吗？在中间打了。在中间打。然后有人想去弄我们的小船啊。那就再失明一次啊。胸甲不见了。我钱多。对，赶快领钱，赶快领钱，都回来领钱。月月钱领光，快点快点，先回来领钱。哎，我按错了。我先回去，我先回去。还有一百秒，没关系，还有100秒。我没有了。我炸超少的。你买到什么东西啊？没有，没什么都没有。啊！换我！好，我来了。换我！对，等下来不及。你买到火球哦！好了没？再用，对，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等一下，再一个，没了，好，换你。再换我！快，再一个！第三天晚上了。赢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没了，我还在换。啊，我没了，我没了。他们还在挖，他们还在挖，可恶！哇，他们在挖小船，快点支援小船，不要让他被挖。我去。小船，我在挡。死了一个，好，哎，影月做完了吗？啊，我做完了。可恶，船挖不掉，他们抓不掉，挖不掉，时间不够。OK， 我们放一个箱子，不知道有没有。好，可以。不一定，我们是红队，哎，我们是红队啊。哦，看错啊，差一点啊，结束了。可恶，哎，几率太低了吧？被赶了吧？我觉得有。哎，刚箱子里面的有拿出来吗？拿出来了，拿出来了。这里还有44颗，还有44个，44个，还有我没有钱了，还有，没有，我没钱了，我在领，不行，不能领了，不能领了。48块，搞不好就这一个金，你四十八块吗？拿不出来哦。哇，差一点，太早用了是不是？没有。也没太早，运气太差，主要是被挖掉一次船啊。那个船啊，可惜，还好啦。如果刚刚真的也是做成功，刚刚那个船差点被挖掉。好了，好，嗯，好，嗯，因为他现在又直接用水去填，所以没办法。那个底下你用波流到底有多爱啊？你吃过去了，能不能解说啊？就是一直在一直弄，就算不行，我还是要弄，烦死他们。那个要全部填满，超难。嗯，而且他一定时间会刷掉一次，不是吗？对，一定时间死都还会刷掉。之前观众场有人有成功过，就很厉害啊！马上又去补，又没用了。之前就是上下各一个，其实是可以炸掉，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一点实战炸不掉了啊！因为我炸过成功过，就是啊，可惜，改过了，你还是丢一颗 TNT 的分数，不久都是负分，负分，哎呀，差一点啊，好凄惨啊！我们最后还赶快先回来领，就想说最后结束还可以再拼个一下，不分比赛，狙，哎，然后二零，啊，那个哦，你改了多少？你说，几率调多少？你说，你这个微调太多了吧？微调可能是。差个零的几率吧。嗯，对啊，我整场做下来没有做到负，哎，只有一次150而已。运气啊，双方都一样。然后二里那个保险箱，假如升级会把里面的东西全弹出来，差点 TNT 就爆了。
对啊，哎、欸，至少比清楚好吧？你们听我说，刚刚保险箱我们在问说，二零你现在提升会不会消失里面的东西？二零就保证说不会，没事。原来不会消失，因为全部弹出来。对啊，至少不会消失啊。超看到超傻眼，差一点就爆炸了。绝对不会消失啊！你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多少弹多少给你、啊。哎、欸，等一下，我帮我回答一个观众问题，二零。有人说玻璃屋可以试试看，从地底挖上去，从地下往上炸炸看。下面是鸡眼，下面鸡眼呢、欸？观众没有？下面是鸡眼呢、欸？鸡眼炸不过去啊！对啊，嗯，玻璃屋底下是鸡眼、嗯，你连要填满啊！之前有人就是整个填满，很累很累。对他整个填满，然后挖一个空气出来这样子。对，而且你必须要很快，因为它隔一段时间会小。因为我是让箱子上面那个放一个石头，然后再把那个石头打掉，上面就变空气了。然后在这个空气里面再赶快再丢啊！可是不知道什么，现在一点一三空气被水填满，对，一点十三被直接把它弄掉了，不是流水哦，已经不是流水。地雷呢？如果是地雷，哎、欸，也是去踩吗？感觉可以试试看。地雷刚刚你的自杀弹射差一点，因为我最后有帮你把头上挖掉。嗯，所以那你的自杀弹壳不确定，因为那时候我有挖掉一个你才炸。嗯，反正就变成超难。好可惜哦，这一场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真的好可惜的。哎，观众长，好，观众来。他们说是 1.13， 可能因为箱子那个本来就有水的关系。哎、欸，会穿透吗？这种也是我以前实况我就有用过，看记录档就知道我有用过，方法是可以的。啊、只是我一点十三不知道怎么被变这样子就嗯不知道没有是那个方块屋下面就是鸡眼一片嗯它底下就是一片不 是那么低是它底下就个鸡我觉得应该真的应该就是跟 流水改变有关啦、啊、对啊应该是跟水的后来特性有关系吧、嗯、对啊因为不是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样就没办法用了、欸、我觉得嘎蹦不用改掉啦卡蹦这样很好玩、欸，没有没有没有啊！做间谍就是要提早把嘎蹦用掉啊！我们这场再继续游泳哦，要不要？继续测啊！游泳、嗯，反正你先调整一下，对，你把该调一下。对对对，对对对，那就让他们来。对对对，是巧克力，我把你传过去，你不选对，可恶！里面下通一条过去，我以前有想试，可是都没机会。你到底下修几率调多少啊？我调到是25%会失败，25%失败，然后失败之后，其他的几率呢？25%是失败哦，其他是1/8是，其他都是哦八分之一的效果吗？那的确是，你骗人，那失明嘞？超失明的、欸，也超失明的、欸。还有经验也是超级归零的、欸，你还说麦块的抽奖一直都不科学，你是那个 meta 不科学，这次的 meta 是失明的那个吗？啊，中奖几率加倍是失明的那个，经验归零，经验归零。我要让他们大家以为很期待今天这次跑酷会有什么，就反正20啊，我要讲一个字、来，对，不会在表面上看到，真正的地雷啦。你看，像巧克力的材质包， oh. 它那个装上去就很明显，地雷就是那一块了。嗯，它没装材质包会看不出。不然就是没有二零，你以后要强制说玩王国之战要用王国之战专用材质包。对，然后不可以加别的，就算加别的还是被王国之战才那种资源包盖过绑架。对，直接绑走，跟60一样。对，没错。请材质包，王国你要效，你要效法这个，对，没错。那个是 HAO 123那个啦。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效法这个。材质包专业人士，请联系我。你要合作了是不是？你要等巧克力回来再讲。嗯。对，巧克力说不行的。可以。不可以这样啊。这样观众会不喜欢，可以啦。这样手上就不是拿旗子，是拿更帅的东西。
哎、欸，对啊，你还可以做就是可能战旗啊，哦，就那种一根长长的，还有武器也可以有变化啊。对啊，没有，请联络我，请联络我这样。欢迎欢迎。嗯，什么？我都没有袖子跟裤子，可恶！喂，他的衣服，我以为我衣服脱掉里面都是肉、欸，哎，好肉，结果没有，都没有，他全部花在里面，可恶！外层没有东西，对，外面是空空的。哎、欸、哎、欸，我们这次盖的这么简单，他们会不会失落啊？会啊，不会啦，我已经15分了啊！对啊，不用。他们不是都很期待他们的跑酷训练班？有人被挡了一下掉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有人被推了一下，挡了一下就掉下去了。哇歪！我要投在这里，我要投在这里。这是魔咒是不是啊？就在这里耶。哎呦，刚看到了。哎，谁跳不过去啊？有人被挡了一下掉下去了，那我要在这里。刚刚讲的，请联络二零，谢谢。会做材质包的，请联络二零。对，哎、欸、哎、欸，我们一人占一个档，他竟然一人占一个档，想做一个王国之战的材质包。我哎呦哇，哈气好猛、喔！哇，他会停哎、欸，他会停，哎呀，哎呀掉下去了，还是掉下去了。你可以的，哈瓜。我们是关主。他正面写着哈，背面写着瓜。哎、欸，团，不然我们这样子，你会投？哎、欸，对啊，好，我们这样。喂、欸，你们同步哎、欸，同步啊，没了啊，我被撞开了，我被撞开了，过了，哇，你越是大魔王啊，你直接把他挡住过去啦，我没有挡住，过了去啦，可以啦，啊，掉下去，他很帅气的过了大家，这么简单吗？对啊，直接滑下去，我们是那个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要换那个，是打地鼠。对啊，我们在当地鼠啊！我被挤上来了，我当地鼠当到被挤上来，我也是被推上来的地鼠。你们这画面看起来超怪，拜托剪这段出来，剪精华。啊，这个精华没办法自己剪，一定要别人剪，要别人剪哦。旁边的画面比较好看，对，他们看到我在那边上下就都掉下去了，被吓到掉下去，自由自在。哎呦，那个什么海豚？对啊，那什么海豚啊？欸、豚我看成河豚，河豚啊、哦，都是豚差不多，过不去啦。好了好了，放行，就扣人了。放行，然后继续这样子，继续对。哎、欸，你这个是在，你这是在恶搞他们吧？你这很坏、欸，碰到水，你很坏，应该多放一点。多放一点，你很坏，但是我喜欢，我也喜欢。他那怎么跳啊？他那边没办法跳，那边没办法跳吧？对啊，太远了，没办法跳。嗯，好可爱啊！啊，跳下去。我说你们刚才阿基就等你了，阿基啊，等我什么？不是那个哈瓜就等你了，哈瓜。你还没跳，好可爱啊！一个哈字很容易叫错。天母汤，他正面写着，他背面写着。乖乖，哎，乖，啊，都选好了，可恶，都选好啦。弄完了，可恶，想说开始放水了、啊，把河豚弄掉了。明明可以了吗？好吧，生物是不是杀不掉、啊？可以，就可以啊，让他留下去啊。哦，不想跟河豚活在同一个世界。那個、我刚才以为是他打字，你知道吗？我也以为。好垃圾哦！
放河豚哦！啊，不是吧？不是要准备开始了吗？开始了！这个要清掉吧，两位。好，要清。嗯，啊，做那么久，大家都好了没？先把水堵掉吧，还没清好。等一下，河豚还在处理中。等一下哈，处理一下这个。可恶！啊，对，2023六只海总没有河豚。对啊。他一点一下，1.13，对啊，2013，哎，对啊，那个海底要有海藻，还有海那个啊，海草啊，特色嘞。刚刚就抱怨了，要有热带鱼什么的。感觉你们那个秘密宝箱有几个的那个河豚桶还可以。哦，不要太多，还是有河豚桶的。对啊，要因为去西摩斯吗？没有，因为没有，我问清楚而已啊。没有没有。哦，好行。你要观众场、自由之场、自由之海、自由之场、自由之场，来自由哦。我不要国王，一点都不行。我不要国王，他妈的！跟你讲，炎灵啊，炎灵之力，这是炎灵之力啊，还是以后还是不要讲啦。这个越讲越容易当得到。对啊。哎，观众场十次有八次是你了，真的哎，我这是下年度国王命哎，为什么他自己停在下面了？十八九都是国王，帅啊！你怎么下去的？你怎么下去的？高招哦，高招啊！你要死！